上巨石林立的沿岸，赫然看见一头巨象侧身矗立海中，细长的象鼻正深入海中汲水。浑然天成的海石拱门，不论颜色、形状，都好像一头真实的大象。如今却传出崩塌断裂，象鼻岩那个头断掉了。对，那下午1:55那边吧，保全有去做一个安全的管制。象鼻岩突然传出断裂消息，原本被海浪侵蚀出的拱形结构，从岸上还能走过站在上头，如今只剩下利落断面，海石拱结构全消失。崩落的象鼻部分也因为风浪过大，海巡无法接近查看，初步了解是长期风化、海浪拍打所致。